你们把刀放下，我听说皇太孙跟我的旧臣做了约定，以他的脑袋来压我的一条性命。是的，他还年轻，还没有大婚。我还有别的孙子。那么，好。 请他们两个人把皇太孙接回来，我的命听凭四叔处置。你少扮可怜。这位小姑娘，肯以自己的一生来搭救努尔干都司几万条人命。她虽未学佛，行的却是菩萨道。 我修佛这么多年，怎么能连他都不如呢？生死这一关没有看破，我是不会来的。四叔，如果我的死能还你安心，动手便是。皇帝。 你若要杀他，须先杀我。只怕你的心魔是越来越大，太孙为你做的所有努力，岂不都只是个笑话？皇帝，哼哼，见闻已死。 死在我攻进应天那天，自焚而死。我何须再杀一个僧人？多谢大师开示，今日相别，有缘再见。 皇帝走好。您这是做什么？将来，如果你碰到从努尔干都司回来的人，请替我磕头道歉。